房子的事儿呢也定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吃顿好的。吃什么好的？480万呢，省点钱攒首付吧。吃好的。嗯。哎，你说的对，听你的。我替你愁得慌。你俩就点这些。我减肥，我吃素。锅底是红汤还是清汤啊？白水。行，1根9毛，8根7块2。汤底，算送你们了。谢谢谢谢。两位怎么支付啊？哎，我来我来我来，现金现金。我来我来，微信你好。好了，7块钱就不要再找了。什么叫7块钱？7块钱你请我呀你？就是。嗯，给，谢谢啊，辛苦。行，两位，稍等。哎，哎，你卡。哦。你还记得吗？先生，你的车钥匙掉了。谢谢。Richard 梦，请问小姐怎么称呼？司令徐。沈令，好名字。Richard 梦，请问小姐怎么称呼？司令徐。也可以叫我心杰。也可以叫我招弟儿。招弟儿，你名字真好听。嗯，我也觉得是。傻子，三傻，你还捏我？你很啊，疼疼疼疼疼！我错了，石头剪刀布，第几次了，兔兔？不是老板，我这么想的，我把它送给你，显得我有诚意。美队，美队好，大胸肌。小舅舅，哎呀，忙着呢。姐，您来了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哎，老板，我忙去了。净整这没用的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借钱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嗯。我和孟新杰和好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让他把那个钻戒卖了，然后我们就想再添点钱，付个房子首付，是不是也为将来打算一下？所以吧，所以你们买房子，我付首付呗。不是，就是，因为这钱呢，也不能短期内马上还给你。然后呢，你要是愿意呢，你就借点；你要是不愿意呢，不愿意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顾胜男还借我2万。我认真的，这次我不换了。招弟，难得看你靠谱一次，跟那个司机好好过。敢闹幺蛾子，利息翻倍。啊，小舅舅，爷们儿，进。老板，你休息呢？那我一会儿就过来。没关系。怎么了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等你睡醒了再说吧。
你说。这事儿呢，对您来说可能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它关乎到我下半辈子的幸福。说重点，什么事儿？我想预支薪水。买房、结婚、成家，预支十年，240万。我是认真的，我非徐招娣不娶。我会保护她，爱护她，对她不离不弃。我算过了，按我的薪资水平，十年240万。那套房子480万，正好够付首付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省省吧。240不行，120这行。房子多少钱？480。240万去付你房子的首付，剩下的260万，守护你自己的爱情吧。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，一字不落的去把它实现了，算我个人借你的。这什么表情？对我实在是太好了。你要干嘛？哎，要。